然后深入格陵兰的北部极地了。那我们来开箱看这游轮里面长什么样子吧。开箱结束，1000块台币，浪超大的。大家看，那个冰山很近呢。大家早安，格陵兰下雪了，我们见证了 CC Mute 出血。出血，吓死！没有出血是设计在用的啦。你看那个山头那个光，好美哦。等一下，有人现在很兴奋，因为这是他第一次看到雪，我差点忘记。在格陵兰看到，漂亮吗？好小哦，啊，很咸哎，很细耶，像一颗球那一种。哦，可能之后会看到。哎，你看那个光，好美哦。那山头昨天只有一点点白，今天怎么是全白的？早安，各位，来15秒太要求了。各位，我们要搭船出海了。我们之前呢都是差不多待在格陵兰的中部，我们现在要搭船，要深入格陵兰的北部极地了。北极圈吗？对，我要搭这艘小小的游轮，我们要去一个北部最大的城市叫 Iluliset。那我们来开箱看这游轮里面长什么样子吧。现在好冷，现在下雪。超冷的。上船。拿到我们的船票，我们是319这一间，我们来开箱，来看看北极的游轮房间长什么样子。我没有太大期待。哒哒，好了，开箱结束。但是这边两张床，这个也是可以当床啊、哦，所以它可以住四个人呢、哦。A 床跟 B 床这两个，所以 C D 床会有人吗 ？C D 床不会有人，可是假如它要开的话，它是可以解锁的，它那边的锁可以开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厕所。其实五脏俱全哎，它虽然小小的，但是洗澡啊、马桶啊、刷牙、洗脸啊，什么都有。我们的船舱是有井的。等一下，我觉得看到这样子海跟外面下雪，我觉得有点紧张哎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要更深入北部啊，会更冷哦。嗯，然后可能开开。因为你知道吗？越北部可能会有什么冰块、冰山之类的。破冰船吗？这个不是破冰船吗？就会有点怕小心打你好那样子。呸呸呸呸呸！个，擦啦！耶！两张床，那我们来带大家去看一下公共空间长什么样子吧。我们的房间呢，出来就类似一个餐厅的空间，这边好像类似那 buffet 地方，好像那个 IKEA 啦，有吗？是 buffet 哦，感觉是没有单价哦。北极的物价能 buffet 吗？我不觉得。我想吃这个鲑鱼沙拉，这看起来很好吃。对，所以结账，这边其实就很像 IKEA， 你就这样慢慢的过来，然后就结账这样。这边都有蛋糕啊、沙拉、啊、什么面包、饮料可以进来。我们食物上齐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船在开了。因为其实它的船只不大，所以基本上有点微妙。来，猜猜看，这样子台币多少钱呢？因为我们买半小时的网路是200块钱，这一桌呢是1000块台币。船只已经起航了，会从 CC Mute 到 Iluliset。现在海面风向虽然下雨，但是比较偏平静。我们的航程时间大约是20个小时，会在明天的下午3点抵达 Iluliset。祝你们有愉快的旅程。1000块台币，我很想念台湾的烧肉，想吃烧肉。小仙哥给我点了这盘105克狼，盘要400多块哎，可以吃西铁，我就吃吃看这个肉怎么样，惨不惨呢？你看，差很大力耶。格陵兰的食物都偏干哎，干柴，我觉得他们都跟料理肉很不熟哎。可是他们的这种冷盘、冷盘啊、鲑鱼啊这种不用烹调的东西。就这个都还蛮好吃，来试看这个鲑鱼冷盘，然后上面有一些鲜虾跟黄瓜，这就好吃，因为食材原本的味道，这就很新鲜。这个大家都在拿，大家都在抢，你知道吗？人云亦云，跟着拿了，要45块钱，200块。它看起来是巧克力、鲜奶油跟石榴嘛，来试试看。好像能理解为什么大家拿它。它很像巧克力口味的鲜奶油，然后再搭上上面那个小果实，就有点蛮清爽的，然后就带点巧克力的浓郁。好吃，好贵。大家看这个肉超干的，到格陵兰到现在只有娜娜比较会煮肉。对，我出去玩都喜欢喝遍他们不同口味的饮料。我也是。然后看这个，看起来是莓果气泡，感觉不对劲。感冒糖浆气泡饮。不至于到难喝，但是太特别了。有，它一闻就是感冒糖浆的味道，而且它不是甜的那种，它是有药味的感冒糖浆。它里面有放晕船药，那也是很贴心。小宪哥一直说要吃的草莓蛋糕，我看这台币100块多好吃，不错。
错，它的草莓是新鲜草莓，中间的奶油也算香，我觉得整体来说还蛮协调的，是湿润，然后草莓味很重。嗯，100块，天哪，是有点想加，我想吃麻辣锅，我也是，牛肉面，天哪，酸辣汤，臭豆腐，小笼包，我现在跟坐在电视机前面之前出席的你，台湾真的很幸福，我们东西真的很好吃，而且到处都买得到食物，会很方便，就我们昨天住的那地方大概几点过后超市就关了，我们走到超市要快半小时，大家很幸福，我们走到家楼下就有东西可以吃，对，而且你知道他们的熟食区金胸包，吓死，他们的微波还算好吃的，我就觉得这个沙拉很好吃，它菜是甜的，我们这几天吃到菜最多吃了一点，大家看外面的浪其实有点晃，很大，很大，我现在有点害怕，好带晕船要拼，这真的有点晃，我刚才想说游轮就很平稳，刚其实有点不像台北景，那真的很爽，下来好要吃吗？要吃，浪打到我们的玻璃耶，真的，大家我们是否可以平安到下一个城市呢？我们拭目以待。现在是这边的时间7:30，我们来休息一下下，算影片。看床头这个温馨小灯可以看，哇，浪超大的，我真的觉得有点可怕。各位看这个浪，你们自己看，现在在船上真的有点嚇嚇，有点云霄飞车的感觉，就是肚子会痒痒那种海盗船啦。知道大家透过镜头可能感受不出来，可现在船好晃，我在晕了耶，在飘了，有点喝醉的感觉。我现在真心开始有点害怕，因为我们船一直发出咣当咣当的声音，然后外面的浪又很大，船很晃。你看，你们听 ，Oh my god！ 我现在有点紧张，我能不能平安到下一个城市？天哪、啊，我买了船上的 WiFi， 跑不动哎，什么意思啊？天亮了。拍到冰山那样，要在海上很漂亮。然后这是我们早餐，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一次买的钱。我们这次呢，两个人搭船，总共是3550克啦，两个人哦，这样子台币是14780元这一趟的船票。那一个就是7390，其实很便宜耶，因为这都可以搭航空去一个国家嘞。对。就是这是北极搭船的大概物价这样，然后呢，因为我们那时候有跟着顺便买早餐的那coupon，就是跟着船票的时候可以一起买，好像会比较便宜一点。两个人是140克，一个人是70克啦，所以大概便宜十块，很多耶，快50耶，大概一个人是快300块钱。没有，这个面包是额外加的。这个，因为我刚想说，哎，我有coupon券，我就自己拿。然后说这个面包是另外的哦，15克的，他没贴牌子，不然我就不拿。消摊台湾男孩。这边网路好贵哦，30分钟是50块克啦，差不多是台币200，而且很慢，网路非常慢，我的影片跑一趴都没有。完美的诠释什么叫把钱丢到水里，我们花了快200台币，0%。那其实经过昨天的狂风暴雨，今天是好天气，工超懒的。吃完早餐，我们带大家去船舱探险一下。铁达尼号的波斯在跑的那一步。这边就是他们的上下层楼梯，我们昨天是从上面走下来，这边下面一层楼。这边看起来是有一些放行李的地方。分这种啊，上下铺，这个有点类似台马轮那种。我们从马祖回来的时候，我们看上下的，这边价格应该会比较便宜一点点。楼下还有，好像铁达尼号，你看，他们就被锁在下面的时候啊，然后他们拿椅子去撞。全都是通铺型的，那这样，然后小朋友的游戏室哎，然后他们的厕所都是共用的，所以我们算商务舱喽。我们算是商务舱，我们有独立的卫浴跟房间。还有再往下，我们一起往最下层看看。其实都
长一样啊。我觉得这一层可能是最最最便宜的，因为它没有对外那个小窗户，很像铁达尼号啊。是共用的，然后他们厕所也有马桶跟淋浴的地方。这就是为什么说格林莱没有公路，城镇跟城镇之间，这就是为什么都长这样子。他们道路没办法接起来，然后他们在里面就是冰川了，对，根本没有办法建造公路，所以我们只能搭船啊，或是搭飞机去抵达另外一个城镇这样子。我们来上甲板给大家看一下。空气好冰哦，外面你看，真的耶，有小小的冰山，大家看到吗？太小了，它不叫冰山吧，冰块，然后有小冰块这样子。我们现在在他们中间停了一站，我们下一站才会是我们的目的地。天气很好哎，空气很干净的感觉，你有觉得吗？有，空气觉得很清晰。走，我们上去再一层看一下，应该就是救生艇那些的啊，就希望是不会用到。在这边生活就是离世界很远。这个船一个礼拜才一班，对，这个船一个礼拜才一班哦，我们没搭到就是没搭到了，感觉有越来越像北极的样子了。有，你有觉得吗？就人的痕迹越来越少，就越来越少城镇的感觉。我们接下来的那个城市呢，好像是格陵兰人口多的城镇的最北部的一个城市这样子，所以那边应该就是算真的很北极的地方。好期待，我不知道会长什么样子。大家不要看一下，好像天气很好，很温暖的感觉。还是很冷，其实很冷。我们停的这一站的风景超辽阔的，很漂亮哎。可我们现在来到四楼，这个又比我们更大间哎，这应该就是头等舱。会觉得，但其实床都一样啊，其实床长一样。看一下厕所，啊，一模一样，它比较宽大一点。卡卡大叔啊，卡卡大叔 ，Thank you。我们现在停的这个城镇呢，叫做卡卡达索。我们从 City Mills 要去 Ulysses 中间会停靠的一个小镇。我发现它其实不算是一个礼拜一班，因为它就是上下上下，所以它一个礼拜会经过一次 City Mills， 就类似这概念。对，它只是每一个城市停靠的话，都是要间隔一个礼拜。这是他们的火车啦，一个礼拜一班的概念。他们看起来交通很不便，可是这边的生活应该居民都很习惯的吧？而且里面有一个座位区。很近耶，超近的，很近。大家看我们这片眼前的风景，超壮观的，很美耶。我要来拍冰山，好漂亮。天哪，各位你们看，好近，近到不行。我们看得超清楚这块小冰山的，他们就这样一块一块飘在海上。哎，我看起来是小电影院吗？这边有电影院耶。电影院没播电影的时候，你可以试个漂亮的座位区。真的耶，好近的感觉，这座城好棒哦，很多小惊喜，居然还有电影院。好的，这是我们的午餐，看完最后一餐了。我们明明就买午餐券，都不知道怎么就会被又收钱，被收了62块克啦，到底是什么在收我们钱？我们已经付钱了。有啦，他这边有写70，对，是70块的额度嘛，多了就会再收费。对，好吧，来吃吃看，它这个看起来比昨天好吃一点，闻起来是咖喱的味道，看起来是稍微湿润一点。在干炒真的受不了，今天好吃很多，咖喱的感觉比昨天那个牛肉好吃。这个我也想再吃一盘，辣辣暖暖的。我想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昨天上船，因为昨天上船没有点赶。昨天呢上船它没有任何一个可以 check in 的地方，它就在货柜的港边，就塞在一个角落。我们看到那边有几台车，那一些人在想说会不会是那边？对，在个货柜很偏僻的一角，在很随意的角落。他们想说，我们是不是要先去一栋建筑物里面 check in 什么？没有，然后就在雪中那样子稀疏的几个人，我们就过去看，他说哦，对，是这边上船，而且直接走上船就直接走上船。我们是在上船后，我们在甲板上面，船员就看我们的票这样子，是这样子，我们差点找不到上船的地方，真的很像搭公车验票的感觉，对对，很随便的一个地方。我们昨天其实没有拍太多东西，是因为我们就拖了两大行李箱，很紧张的在港口边那边找哪边可以上船，真的就是电影里那种货柜的地方，什么都没有，哦，这算绕，有人有车子，然后我去问，他说 yes here 这样子。所以只要大家有机会来的话呢，就不要太意外，他就是在一个很奇怪的地方上船。我们这糊里糊涂的上船的感觉，我也说不出在哪边，你们可能要自己找一下。我是问路人啊，他就找到了，找到了。
很惊险哎！而且昨天我们拖了两个29寸行李箱在雪里面，荒无目的的在找船，真是蛮紧张。因为船错过了一个礼拜，100台币，危险！而且他们椅子下都有这个，王子浪太大的时候椅子滑走，好可爱。好可惜哦，船头被挡住了，不能玩那个。玩什么？铁达尼号啊！可是这边意思一下好了。地了，我们快到了，快到了，我们快到 Illulissat， 可是可以看得到，好像那个小飞机上越来越多哎。对啊，比刚才那些都还越往北边越来越多，应该会安全吧？很多小冰块在海上，到处都是小冰块。我们这趟航行大概20小时，其实这趟船上几乎什么都没有，就不是像其他游轮，就是有赌场啊、表演啊、游泳池，对，它就是餐厅、房间这样子。座位区，座位区你可以看房间，可就是该有的都有啦，或者是小小的游轮这样子。我们已经睡了大概3次觉了吧，我们没事就睡觉，因为其实有点晕晕晃晃的，就是精神也没那么好，所以我们就一直在睡觉这样子。然后剩下时间就到处乱晃，吃的也就那样子。我们昨天喝剩的，哎、还有气耶。哎、你们有机会来，那不要买这个，之前招牌的。我们目前在格里曼喝过最难喝的饮料。我想说，船怎么一直发出噼里卡拉的声音？都是冰块！天哪！应该没事吧？哇，每个冰块都很大一个哎，看。超大的，可是很漂亮，现在超级美，超美，我不会用言语形容，超级美，好像在看电影哦。我们要经过一个比较稍微巨型的冰山了，这是小冰山，其实很可怕耶，它蛮大一块的哦，我们的船长都要稍微躲一下这个小冰山，很大耶。其实哇，这冰山下面还有一个小山洞，哇，好漂亮哦！你的目的地在那边，可是我看船好像都稍微有点在绕远路的感觉。对，我要避开几个比较大的小冰山。各位，我们到了，靠岸了，开门了，我们终于到了。各位，我们下船了，我们到了，经历20个小时的航行，我们抵达了 Illulissat。下船了，我们这次格陵兰行程呢最北的一个城市，这艘船呢它的终点站也是这里，就是它就不会再往北了，所以我在想，因为我不确定啦，这边应该就是格陵兰大城市里面最北的一个了，就再上去可能就是比较小的聚落。接下来呢我们会在这边待大概快一个礼拜，我们呢等一下要去开箱北极里面最高级的酒店会长什么样子呢？好期待哦！会好期待，因为你知道吗？船上有点小小微困难，我们到现在都还在头晕呢，真的一直晃，我们一直在上面晕船。我在这边有安排一些行程跟住宿，那再期待一下我们在这个城市会有什么样的旅行吧。晚安，晚安哦，还在晕，还在晕。我们说我们上船的地方长得就像这样子，对，可是你看起来不像港口，然后搭船的地方。我们从 CC Music 就是这样子下着大雪这样上船，很随便的感觉。